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在过中秒点之后的一个动作了哈。对对对，这个是即将进入中秒点，也就意味着这个咱们近距离导引段的第一个阶段，这个巡地段即将完成。对，过了中秒点之后呢，咱们神舟十七号这个载人飞船下一个目的地点的对接准备完成，就是咱们前向对接口。啊，我们看到，对，这个是前向对接口。我是北京。 飞船人控设备家电正常，主动交互对接的一个备份。对，这样的话，一旦自主交互对接，如果出现问题之后呢，然后咱们神舟十七号乘组呢，可以通过使用手控的交互对接方式完成对接。我是神舟十七号，我们已到达两百米停泊点。六号收到。对，两个乘组还可以通过话音然后进行沟通。对，我们正在中国空间站。 迎接你们，感觉到景海鹏说话的时候是带着微笑的哈。是的，很高兴。然后呢，载人飞船呢，在两百米的保持点呢，需要做一系列的这个平台的一些状态确认，以及交互对接敏感器的这个工作状态的确认，以便于后续下一阶段的平移靠拢阶段的能够顺利开展。然后这一阶段呢，然后呢，预计呢，飞船两百米保持状态正常。 按计划继续实施交会对接。神舟十七号明白，已束缚好完毕。对，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呢，就是北京继续对接指令发出。是，开始接近飞行完毕。越到接近的时候，那个口令声也越来越频繁了。是的，是的，需要控制的这个需要控制六个自由度的这个十多个这个变量的相当于那么控制，所以说是很复杂的。 所以说，对于这种控制的状态确认呢，得需要快速而且全面。对，我们从通过回放的画面看上去，整个的动作很平稳，实际上进行的工作确认的工作非常多。是的，是的，因为地面的保障，咱们地面的勘测人员呢，需要做大量的状态的一些确认工作。对，对，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哎，互相之间哈，神舟看天河和天河看神舟。表显示最后靠拢飞行。北京明白。 现在已经看到，咱们看到画面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靠拢阶段了。最终靠拢阶段也就从十九米的这个停泊点，然后呢进入了最后的这种靠拢阶段，一直到两个飞行器对接机构的对接环接触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然后呢要做各种各样的相对运动的一些控制，然后呢为后续的这个两个飞行器的这种对接接触创造良好的这种初始的条件。 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你看到现在呢，马上应该是，进入接近的接触的那个过程了，对对对，对接环的接触过程。对，接触。长程报告，对接机构拉回开始。感觉这个动作还是很流畅的。对对对，这个呢，咱们看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已经进入了咱们整个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对接段，也就是最后最后一阶段。这个阶段呢，是咱们对接机构，通过。 接触捕获对接环的拉回，注意，锁紧完成。咱们神舟十七号组合体启控，载人飞船呢已经跟咱们空间站形成刚性的连接。各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天河舱启控转组合体运行。对，现在呢就是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对，目前呢咱们。 咱们的神舟十七号飞船呢，就成功。而这个时候呢，神舟。已打开轨道舱前舱门，关闭平阀，完毕。北京明白。刚刚的声音意味着神十七乘组的航天员现在是已经陆续从神十七的返回舱来到了轨道舱啊，掌声响了起来。 和上一次太空会试的时候一样，这次也是新乘组的动幺号航天员首先来到了天河核心舱的气闸舱。唐胜杰也来到了气闸舱，和队友们热烈的拥抱。
姜杏林也是迫不及待了。队友自故乡来，也为我们神十六乘组啊带来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天河核心舱的定向摄像机拍摄到的，在画面的远端就是气闸舱。现在两个乘组的六名航天员都要来到我们的天河核心舱内，在这里将会有一个简短的两乘组见面的一个。大家通过这一段画面啊，就能够非常的清楚地看到神十六乘组的三位航天员他们的身体状态相对更加的轻松一些，从容一些。他们也在帮助刚刚来到中国人太空家园的三位。4 3 2 1 阳火，阳火 ignition 9 3 3 2 1 有权高学东的长。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since China sent its first taikonaut, 新山 USB 雷达分工正常，遥测信号正常。Manned missions. This is the 12th mission, carrying the youngest ever Shenzhou crew s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pace station.So this vehicle comes from the camera of the mission mounted on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rocket and looking backwards, so we can see the two boosters. These cameras are so important, they bring us a real-time scenario, real-time monitoring of what is going on with the rocket to see its trajectory and to really visualize how that flight is going. I think it's super important. So I believe at this moment, you can see the direction has already changed. So the pitch over has already been successfully conducted. And the next critical step will be the jettisoning of the emergency escape tower.